啊，那三只杯也无啥差啦。有啦，有差嘞。啊，你桥倒来？嗯。哇，桥倒来真灵。好在我少年桥倒来，就灵。你要自己看啊，穿短裤，啊，佮穿短裙在咧走。早起我来时，人妈佫穿短袖呢，短袖。我出来的时候，做巴士，你知道有？有，我们那个，我那个以前哪里有个小孩，他跟我的天天冬天再冷，他是短袖的。现在我们那不远不远方那个老板也五六十了，六七十了，冬天也直接。一件衬衫，再冷的一件衬衫，一直没在。我女儿在纽约回来，冬天回来还是穿，那习惯。他不怕冷，不怕。修身养性。我的笔画哪个画？想要轻轻的画，安那画笔画嘞？我见那大片毛大片的好处。啊，片拢片的水。这秀气一点啊。嗯，这个很像女孩子在画的，女孩子画的比较秀气。不一定啊，女孩子会丑陋的样子。现在女孩子比男孩子厉害。那一天我看一个女孩子在伏地挺身，一只手而已吼。少年的哪位？当然是年轻的。哦，安尼，可能是迄体育体育者有法。今麦查某囡仔厉害较济啊。哎，这个别人别人同学就是这样。可以吧？好的。要不要？穷这边编不动了，那东西。班长，你们一个礼拜都画一张新的，哈。嗯。啊，阿哥大哥，你嘛一礼拜拢画一张新的啊？对啊，这样。暂时还画，暂时还两礼拜。这样一年就有好几张。起码是，等下这写个擦擦的不贴，平断了下呀。平段还是多安尼？哦，我那画安尼画咯，画袂水安尼。啊，家己喜欢就好啦。就是无喜欢，就是无喜欢啊。无喜欢，搁画啊。啊，安那画咧画袂水啊？刻刻一张较水的刻来安倒好啊。啊，看老师咧画足简单的咧。老师唔，我咧老师画几年？啊、你幾年我若看老师水画，你若看老师笔画安尼做，啊，正经家己落笔的就无同的。老师画几年，你画几年？大概是什么时候有啊？老师一个画册。大概15号左右吧。15号考春节时考哪知道吧？啊？春节考不？可以了，可以了，15号。大官位。15号吧，15号。上完过再上课吧。15号交班，我们是不是班长？什么时候开始放假？过你那个很多元宵过了是不是？元宵过了嘛？寄到你那里的元宵过了，元宵过了再回来上呀。对，再回来上课哈。啊，你要上到什么时候？1月几号？唔知呀嘞，2月呀啦。有两个多分钟，正月啦，正月就是开始休，问起哦，两个多分钟，问一边哦。
用记得很好。还有上两个礼拜，还要上两三个礼拜。你养那个日子几号？一月二十号以后就休一个月了嘛。休，我这边休四次。不然你拿得动吗？这边要休几次？养那边，你看今天给他双峰休几次？你花钱呢？那好不嘞？休四次啊？你也好不嘞？那我做养殖那嘛？四五号以后。你是拿不动嘛？你也拿不动。我用锤子嘛。一月份来的。我有几个问题在那里嘛？二十几号的话。所以二十号最后一堂嘛，上到晚以后就到二月十六号、十七号开始上课。要三天了，三天不能到。换三次还是四次？三天不能到休息，三天的不会到。哦，用油挤的不会到。当然没有油污啊，哪不哪都花钱，养不多本呢，花就花的本。哎，哎呦呦啊，你刮要刮好的话，不刮好掉的呢。哎，这拿来做羊屎哪可以啊？可以啊。做羊屎。但是我意思就给你拿来了呢。啊？意思也没关系，养不多不忙用车子多嘛，我交代的来拿嘛。我母亲人家古清街以前到的时候可以的，大概可以的，可以接受。大概是十三号吧。十三了，十三了。一月十三号。一年十三了，对吧？可以来十五天嘛？十五天对吧？可以，马上有去嘛？大概是可收得到古清街，台湾什么无所谓啊。哎，社交关系再难呢，恐怕要分钱给他。社交关系难。蔡小敏现在在社交馆展览呢，轰动武林呢。轰动，叫他当真，你来表演一下，欢迎。要表演就表演啦，谁怕谁呀？那在老师好的话，在。还不够呢。你那个年纪要人没办法。而且这好像没有水汽，这要加薄薄的蓝的那个蓝色染上去，是不是水汽的？这个哈，画也是水呀、啊，不画也是水呀、啊。不过是这么大空白啊，是不好、啊？这个哈，这个中国画哈，就是说留白留越多的人就是越厉害了、但是你留太多不好看，就是那就不行了。所以这个就是一个。哎，我是想这样画可了，好像没有水汽一样，加这个薄薄的蓝的在这个湿染一下子，那就是好像是比较好的呀。反正你多画几张嘛，画画的话，像这样你就画一个七八张，然后每一张染色，然后你就挑一张，哇，原来染色就是这样，所以要试啊。不可能说一张两张就成功的了，因为我们也没有比人家聪明，而且那个研究的也没有那么样的深，像以前在大陆的都是这样画，哇，这样画，整张都画，这样都画不好，整张画太复杂了，对，这是功夫啊。不好，真的画不好。哎呀，嘛是熬一个空档吼。那个不是你整张画，他那个就是。真的画不好，你的看你的平常啊，实际来看的话，